为什么烫个头发搞得像巫术一样？你不懂，我要给镜头 respect， 我要看他一下。不用，这样就好。我要尊重一下镜头。你要尊重一下镜头。你是没有看我烫过脸吗？你上次这个褪色已经褪了多久了？半年了。现在好像落魄的阿姨哦。就是因为连你都讲话了，所以我才来录。已经很久了，你退成这样也已经很久了。是没错，暑假的时候弄，然后现在差不多都要半年。搞得这样3:8的，我来干嘛？你也很爱弄，好不好？你只是头发比较少一点。我没有很爱弄啊。有啊。我会染头发，只是为了让头发不要那么卷，要不然我才懒得染。对啊，所以盛宇他现在干嘛？刘海烫直。刘海烫直。对啊，烫完之后，等一下再开始染。OK。所以他这样贴多久？15分。然后这个脱掉就可以染。也太，这写的也太直接了吧。你老爸，我要现在拆吗？你要这个这样子拆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开直播的时候拆。我等一下想开一下直播。我老爸，谢谢。你看一下，包包吗？是 AirPod。啊？是 AirPod 吗？你等一下拆就知道了。因为现实习惯跟我说，你爸不是买了一个 AirPod 给你吗？啊！我刚一来，我就问他说：“混蛋，有些耳机啊？”你个混蛋！为什么我早就给他？他就说：“哦，有蹊跷哦。”怎么藏了那么久？那一句话出来就知道。哎，浪费有那么多包装纸。你包的还是 Apple 包的？我包的啦，我就是不想让你摸出来什么东西。你会不会在这是眼前的在用？耶，就是有降噪那个啊，我爸买的一定是有降噪的。最新的第二代，他今天才开始发货。谢谢，不愧是我父哥，我的那一组的 AirPod 已经快要被我。砸烂了，超难连。然后我每次连它，我要把它删掉再重连。这一切都超乎我的想象。我想说给他一个惊喜，然后拍一下他惊喜的表情，结果拍照是这样。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生化人的样子。好像是你比较惊喜。然后还被人家泄题，见底，泄密的。哎，上一个是我买新的给你吗？还是把我的给你？好像是新的。对，我记得我用过的那个是给，本来是你跟你妈妈在用，然后后来我又买了一个给你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我用多久？我不知道。然后后来我又买了一个给我自己用，所以你看我这辈子买了几个 AirPods？ 1、2。你看多辛苦，就为了自己有个 AirPods 用。你看我要买几个？我本来是想说买什么名牌包给你，但是想一想，可能对你来讲不是很实用。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场合可以用。对啊，所以想说过几年吧，可能你20岁吧，然后这个反倒是你每天都可以用，你几乎每天都会用。对。然后你电脑也有新电脑，再放个耳机，差不多了。叫你妈帮你送手机。
所以鬼火什么？你知道防守这个秘密防多久了吗？啊，他不是生日不是也过了吗？啊，因为还没到啊，他今天才到货啊。哦，为什么要用有线耳机啊？爸爸不是买一个给你的吗？怎么这么勤俭持家，舍不得用哦？然后他说没有，然后叔就。猪队友，好吧，猪还没到货，到了还在包包东包西，怕捏出来，猪队友。